这个火鸡头换一个，我都以为是孔雀呢。东单蚂蚱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哎，没有，他的反应好像不像是知道我来了，他只是来站点的。没事，我们还有 B 方案，被发现了怎么办呢？回家换扫描。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全军出击！所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先别急，等他打一会儿，有点早。开始试一下。你没抢到这波，不过应该打得过。这样说不好。哎，可惜这波抢到对面就炸了。来个绿药吧，来个高手模式。感谢中奖就把屌毛的钻粉，谢谢，谢谢开通的一个月钻粉。遇到了你们最喜欢的逆分局了。千军万马一将在，坦然回复有多难。高圣文员出击，现在烈士得暂时给他们打野避开。他多了把长剑加血，他没血了，毙了自己。待会再打架。这个线有点不好，要上得快点上了。怀念的感觉。嗯，快点。再等的话，他们打野要来。哎呀，一口插起来，你输出倒钩，对，有点急，现在不。看他在后面。升级符号了，回号解咒。能给本将军，刚刚这波没处理好的话又得炸了，有点极限。然后 AD 第一时间被秒，少了那个倒钩的伤害跟控，可能就打不过了。
等，又藏于何处？好了，现在没露头，不知道他在哪。我看好多王瑞文都用这个皮肤啊，这皮肤手感很好吧？绝息圣坛。这不从上往下刷，刚好再吃个蟹，等级就给他补回来了。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所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有点狼，一百的狼够了。所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他那个打龙，他一般打完龙状态不是很好、啊。来看一下。把蟹吃了就好了。等，把貂蝉藏于何处？再把曹冲吃一个，瞬间我们就没劣势了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吃一个就好，走了。你他，这都能给老子打断，你是真恶心啊！坏了，这六王通了一个技能，伤害够吗？打大，先别急，等他血怒没了，先别急，这时候再想，再想。能给本将军把赤兔牵来吗？啊？这就开始犯病了，我不来他这不都死了？估计是知道我这个蟹都差点钱，可以让我一个人吃塔皮，他真的我哭死。拿狼去狼了也没办法，回家蟹都买一下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少爷登场。以前是 AD 位的少爷比上单多，现在上单位的少爷比 AD 位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千军万马一将在，探囊取物有何难？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你的大，我不会先给可以，这棒子会留的。就这一手就已经比90%的棒子要玩的好了，不会提前瞎给技能。这一 Q 救了他，他怎么不出药啊？亵渎，这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还预判了一下。这骂到这点血，他必要闪现 A 他的。
想象中很不通。回家回家，来把小刀飞地鞋开送。尔等把貂蝉藏于何处？带着本将军闲逛，这个节奏血量我能杀他。刚才应该没做眼，来给你看看宝贝，宝贝来喽，也是走不了，看好了。啊，好怀念的感觉。看没，想象一个亵渎，先别急。有眼吗？怎么往那边跑？有没眼？没事，先让子弹飞一会儿。让我看看，往哪跳走了？没视野，他往左边跳走了。算了，劫要来了。坏了，他值钱了呀！这样子，我靠，医学塔被他吃了，这医学塔给最没用的一个吃了。先别急了，那先打一会儿，看看这个劫在哪。下路开个视野。尔等把貂蝉藏于何处？赌一波好吧，都走了，都走了，那就赌一波。我承认我这波有赌的成分，爱拼才会赢，这种时候就得拼一下。非常时候，非常手段，一口亵渎，来开始享受鲜花掌声。这把如果没人跟他双排，我们纯路人的队友应该会伸出正义的援手。塔皮时间马上到了，最后30秒得赶紧推了。按血就好，你让他打孤立。我要回家了。所到之处无人能挡，等一下，等我升一波石来，能升一级最好先升一级再打架，这样比较稳。出攻来一个，大木没闪。感觉里面可能有人，一戳一下。你在秀你的那个，你还想秀四个人呢？你在想啥呢？暴扣，大将生于天。
天地间，武术邪贪婪，好复古的初段啊。能给本将军把赤兔牵来吗？为号解斗，抬起来了，一口亵渎。什么时候买的叶刃？他第一件出叶，哪有第一件出叶刃的贪婪啊？这么保守吗？保守派是吧？他都放弃进攻了，你这跟这是像什么呢？这老虎没了牙齿还能叫老虎吗？刺客没了爪子还能叫刺客吗？只能叫病猫。可惜，这波有机会全杀的。所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所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你们猜我在说谁？这绿文应该是前面说要给他们送几个的，不然不送了，风还是香的呀。
难怪这我是真能摆，那没事了。少爷行为，少爷 ID 很合理啊，能取这种 ID 做这种事，我只能说正常。到之处无人能挡，所到之处无人能挡，来过来刷一眼。在草里面吗？走了。尔等貂蝉藏于何处？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岂能欲与君君人下？对吧，有纯路人队友啊，队友纯路人。能给本将军把赤兔牵来吗？太会说话了。尔等把貂蝉藏于何处？对面想杀我，我先回，先把把杀人剑先续一下吧。往上走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天地间，
他要是直接送我还会觉得这个人他是条汉子挺硬气的，他妈的躺着上分这个语气这么狂，这种人送到一半看着哎呦这队友能带他赢他又不送了，然后又要装，这种人，这种人是最恶心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这种人是最无能的。就相对于这种人，我更佩服那种直接摆到底的人。好像你带他赢了，他摆了你还得哄一下他，少爷请吃这把分，快哄一下我呀，给我来个台阶下一下。这把没必要点了，这把都纯路人队友了，都伸出正义的援手，这把有正常人就是得狠狠的拷打一下他。这个雷文已经四面楚歌了，能给本将军把赤兔前来吗？给个呀，白叫了。这不给我还想杀我，35杀翡翠轮机乱杀啊。我是真能摆。举报一下，今天有双倍亲密度三倍上线啊，赢过半没送可以送了啊。看看他战绩，那就看一下呗。这把二杠九躺赢，上把 EZ 二杠四，排位我们只看排位，七杠十一，十一杠六，一杠七，七杠十八，躺赢局。我看看战绩，二杠十四，他妈的负战绩能负成这么夸张啊？这个如果有 KDA 的话，他 KDA 应该是负数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 KDA 能负的话，二杠七，老惯犯了他。三杠十五，八杠十四，七杠十五，他妈看了十把，就一把正战绩的，这是个人啊，这是真正的厨神啊。